bones, so I may split your shoulders from your spine. Do you see my edge? Your death awaits. Minions have spawned.80点攻击力，基础攻击力有65，多5点攻击力。好羡慕这些战士的攻击力。剑魔什么时候能加点基础攻击力？加个3点也不错呀，我觉得。我大伙觉得怎么样？加个3点其实也挺好。听说瑞文下版本好像要爆了，是吧？兄弟们，我看了一下瑞文那个改动，好像瑞文下版本爆了。瑞文是爆了。演的这个关键视野看到他，日文这下真数值怪了，我操！怀疑设计师约到了兔子，确实。跟以前的思路一样，先不假如把药买回来。好恶心！好恶心的辅助直接上来抓我的，哎呦，怎么那么恶心呢？辅助不对线的，直接上来抓呀，这下有点伤。直接不对线的上来自爆呀！当狗是吧？我操！I wait for death.
又满血，倒霉军英雄四厉害。好痛啊！我操，还是死。W 没伤害。哎，这线应该能出来了。那怎么？那是。Let them lament my name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变形好痛啊！对，变形是痛。就靠技能伤害嘛，你打一套的话，反正三段锁定了。但是我的补刀有点少。爆了，兄弟们，爆了！倒霉爆了，兄弟们！爆了！哇操，哪个狗给他插的眼？来太慢喽，我的猪妹！为什么这种22的资源总是对面先到呢？这个也是 TP 下来再多送一个。我的队友感觉都像脑残的大伙呀，这为何呢？我操！这种22资源怎么总是对面的人先到呀？我真妈服了。凭什么都是对面的人先到呢？你妈了个逼，辅助又过来了！哎呦，我真的是服了，我这号排的队友真的是很容易排傻逼，你知道吗？我这号真的很容易排傻逼。天天排傻逼，天天排傻逼。
明哥晚上好，晚上好。那他以为我走了，那他就会想推兵吃肚子。哦，我带错了，我应该带绝对专注，应该带 CD。要干嘛？好抓，这不就行了吗？哎呦，早该这么玩了，往死里抓！明宝，你回来了？对，我刚回来不久。你可以过一会回来，白夜。可以过一会来。好恶心！我发现对面真的很针对我。他们是不是开那种查战绩的软件？哎呦，是真的真的针对哦，真的真的很针对。我来，你可以等一下来。哎，不过白夜我今晚肯定要打号呀，可能你今晚就不怎么能上机了，可能只能 OB 一下了。韩服地图挪一下吧，有点不太习惯。你说啥意思？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你说地图不要挡这么久，问题不大，你的血技术。好好好，可以，你现在过来也行。不应该带这个，应该带绝对专注。他绝对专注的攻击力就够了 ，Q 人很痛。暴风大雪，那我来 ，OK。喜欢我的祖宗铠甲吗？喂，我的祖宗铠甲呀！祖宗铠甲加鞋，怎么又是个瞎子啊？祖宗铠甲，兄弟，这剑魔他就得出祖宗铠甲。祖宗铠甲，你懂我意思？女诺手至暗时刻，不然我真打不过他。你不买这根本打不过他。他好刚的，而且我少了个绝对专注，有绝对专注能杀得更快一点。我这把是先出的布甲四红，然后我布甲四红完了之后，我再买了多兰剑。因为多兰我感觉对线很弱呀，多兰的对线真的很弱。还行还行还行，帅呀，上路顶住果然就很容易。18层
这边应该带那个绝对专注的，这样我可以多实际点攻击力，这样我 Q 人会更痛。感觉电刑有点像版本答案。或者加18点攻击力，对，这样带是不用带真的，因为攻击力是比征服者要高的，他常驻攻击力。你如果带征服者，这里要再减掉18，也就200出头。没有啊，你这个放的过度啊，你后面再合也可以的，其实。这装备挺猛的。Shut down.我操，这样追的，别追了。就没打扰这么痛的我。对，你卖了就亏300，过度装而已。就下了，本就有便宜的东西。大伙，我是感觉啊，你可以守望者铠甲过度之后，你再做那个别的装备，应该就可以。好蹲，说好蹲。算了，不追。这灰太吵了。飞来飞去，它不好中。哎，聪明，这猪妹。被遛狗。我发现这游戏现在真的是控制多了，阵容是真的牛逼呀、啊！真的控制阵容多是真的牛逼呀、啊！这个天火炸死，差一点，好多会呀、啊，很完。哎呦，这个真实伤害 ！Crazy， 会太恶心了，是。能做还行，这个属性还可以的，其实。
控制免疫哦，有些英雄他就自带控制免疫，你要用抵消去。昨天打到妹的一个打法就这么打的，带电刑然后不假四红出门，完了之后第一件，但我昨天没不假四红，我昨天是多兰顿出门，然后补了不假四红，但我发现这个多兰顿他几乎没什么卵用，因为如果你要强化对线的话，还是得带多兰剑，但是你带多兰剑在第一件有个问题，就是你带这个东西太激进了，而且他回复不够。有这么一个问题，然后导致我就不是很想买多兰，我是不想买多兰盾，所以我只能先，哦呦，这么有操作，我只能先买不假四红，完了之后，而且不假四红你四平红一下能回大概四百多吧，相当于你尼二级那个队甚至可以顶得住，就是相当于主播用以前的理解来带到现在。可惜没带绝对专注，不然攻击力甚至要再多一点。CD 很不值钱。杀我太简单，轰一下就死了。盾比剑好多，但是盾打到后面就没什么用，他只有那个升值上限的，上限的。你吃了饭是吗？刚吃完就来了。我是很吃。连喝了，到时候再去路上。OK。嗯。明天再去吃饭吧。好了，没事。今天冲韩服。也不冲韩。随便玩一玩。随便玩。我的号都已经废了。韩服打到上面，那就是杰斯、凯南、纳尔，然后。稍微好打点的近战的门又是什么鳄鱼这种什么的，真恶心，他妈的都是长手，要么短手就拿这种来恶心你。老头从飞哥那边友情过来客串一下。我在想这个能不能换大兵器，那个这个换大兵器，这个核大兵器你卖的可以了。版本答案现在就是这个守望者之铠，还有那个霸王血。霸王血铠是版本答案。霸王血铠是不是？但是这个肯定是，我操，这个太傻逼了。这个对象真的太傻逼了。打完王，你第一件先做个这个。我按照打到妹就第一件做这个，那打不动我。哎呦！哎呦，还行，拿下兄弟们，拿下。